的心像明月，映着心灵的故乡。第三拜，一切拜下去，佛起来哈。就是要透过哈，不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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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来熏习法。每一次的精进当中呢，我们来很努力，而且呢很扎实的来养成菩萨的内修的这一块。我本是释迦。一样的动作哈，那就是心念一致，动作就会一致。我本是释迦。